来玩这款游戏《军事战争》哦，前面有好多兵哦。哎，是韩文的、哦，真的假的啦？给了好多东西呀、啊，哎，又有中文哎，然后又有英文，好秀、哦，各种语言都有哎，哇，地球村哎。然后我现在啊过任务，通过一之一完成，多了一位伙伴啊。那他可以派很多卫兵吗？不要说只派五六位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太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是士兵啊。召唤士兵，开抽一百不够，哎，那他的开法力。哎呦，我们要先做任务啊，才能领邮件的奖励。通过一至二，一至二、哦，这边要看广告给一万钻。哦，这边全是广告，去广告无限增益360。好的，不便宜耶，其实。那这个算是放置 RPG 啊、哦，究竟有什么特色值得360呢？哦，七位，它可以上阵几位啊？部队已经尽最大能力部署，目前七位哦，这样好像还不错，应该可以派很多位啊。战斗可以加速吗？增益效果有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。等一下哦，我们先士兵升级一下，然后，哎呀，你这个第一次也没有送，一定要看广告。你想赚钱想疯了，啊？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、啊？你先送一次又不会怎么样。那小气鬼，哎，有自动战斗哎，完成指南任务继续。那你这任务有多少啊？哎呀，这个节奏好慢哦！你看，现在也没有任务做，然后就看他在慢吞吞的在那边通关哎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我不要先放着，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好了。好了，来到了一至七啦。继续做任务吧。特殊攻击力升级，全给你啦，只期望你能打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全部拉输出啊！哎呦，地图上这些还能捡呢，一至八了。暴击提升，观看广告影片，购买一些成长石。哦，我想说强迫我去看广告，结果幸好他是直接当作免费的给我。啊，接下来就要通关一至八了。我多了一位士兵啊，好多哦，好酷哦，多少多士兵啊？选单选项哦，这边还有图形品质可以调哎，嗯，更改语言，对啊，这现在是繁体中文的、啊，翻译不完全而已啦，就要通关一只死啊，一只死。嗯，士兵全部升级。我现在有多少钻石啊？可以抽吗？30抽可以啦。这个还有分召唤等级的，
这样子也不能抽到太强的，好吧？一只死了，我打得有点慢嘞，一只死。这个章节关卡过了，应该就算一个阶段了吧？你那个信箱该开的应该要给我了哦，好吧？经过。这些都要看广告，广告给了好多钻石。哎，获得英雄了，绿色品质而已。好，部队升级。自动部署。哎，第八位嘞，也可以放很多位。啊，所以游戏性是可以期待一下的，它可以放好多位哦。地下城出了挑战，地下城敌人我知道那种未来放炸 PG 啊，现在你要冲的就是数量，你要够多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很壮观啦、啊，因为你人物小小的嘛，那你数量就要够多。攻击，全部升级，再来嘞！哇，这第一天的任务应该是又是一两百个，击杀15名敌军。哎呀，完成此难任务才能继续，你这个是要拖多久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这里还有备份呢，要切换装置可能要先储存一下。不看广告，他给你的钻石也很少哎，小气鬼。哎，先点啦。现在叫我打随机地下城，新的、哦，跟刚刚打不一样。哦，其实好像可以派很多位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好像可以派到15位啊、哦。应该是可以，以前不是有一款叫做打的，哎，是打达骑士团吗？那款好像就可以派了10几位啊。这还有自动挑战，好啦，整体玩法就这样啦，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，大家拜拜。